走吧，夫人。一个我不知所以然的爱人牺牲，这样死得很不值得。现在的我，为了你，为了花月城和玄武城，这样死得很值得。不是你写的结局。是我身为寒暑自己的决定。你不是说在你的世界里有人不懂你为什么写这个故事，男主角为什么会喜欢女主角？现在我有答案了，因为你善良、乐观、坚强，一次次的挫折都没让你退缩。这么有活力的一个人，就算没有我也会过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希望我是你的良人，让你不会相遇。不后悔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后悔的。虽然我曾经讨厌过你，追剧过你，害怕过你，但是我真的好幸运，都是为你的缘，孩子一直都在。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，把这个故事结束吧，让我亲眼看着你登上城主之位。我要你走，不会的，你就等大梦一场，等你醒来翻翻剧本，你会发现我一直都在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是因为我。舒安说的没错，这是男子汉该有的担当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夫人，我们进去吧。啊！
事无常景，只争朝夕。好好珍惜韩少君还在你身边的日子。 以前的误解，您留好吧。我已经恢复了私学的身份，并按你的嘱咐开办了私塾。从今以后，皓元城的男孩同女孩一样，都有了上学堂的机会。现在，人人都在称颂你的贤明。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家都愿意这么做，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了更好的生活方式。那，你打算如何处置楚楚？